终于迎来了十月二十八日，肖战主演的话剧《如梦之梦》在深圳演出的第一天。由于最近一段时间肖战一直都没有商业活动，所以大家也都只能期待着每个月这个天在话剧现场和他相见。然而，当大多数粉丝在观看应援花墙、讨论粉丝们能够入场观剧、期待着肖战演出成功的时候，却有不少粉丝在利用肖战的人气赚钱。 根据现场的网友拍到的画面来看，有粉丝在深圳保利剧院门外拿着周边进行售卖。当有城管走到跟前时，两位粉丝本来想要赶快逃走，谁知道被城管拉住不放。最后在一顿僵持之下，将周边产品收交。 不过，可能看到周边产品的时候，网友应该会更加气愤吧。因为本来肖战这边就号召大家不要聚集、不要应援，但是这些粉丝不仅应援和聚集，而且卖的周边产品还不仅仅是肖战的，还是陈情令 CP 粉的周边产品，这就非常扎心了。在话剧开演前几天，就有肖战粉丝一直在号召大家不要聚集，并且粉丝们在各个评论区都在让大家不要接受采访、不要去购买周边产品以及聚集等等。 没想到伪粉们做到了，但是，一部分陈情令的 CP 粉们却没有很好的听从大家的号召，有部分人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做出违反公共秩序的行为，是真正的热爱这位明星吗？读者朋友们，你们有看到现场发现什么异常的行为吗？你们觉得在官方统一号召的情况下不听话，这样算真的是真爱吗？